凤英姐姐，我又买到假的 K 歌棒了啦！啊，市面上超多假的 K 歌棒的，品质都很差，还有一直被骂。哎呀，关于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说，不怕不怕，现在市面上呢真的很多仿冒盗版，所以呢，为了抑制这股歪风，原厂很贴心的推出了辨识方法哦，就是在我们的外盒包装上有多了一个雷射防伪标签，只要认明这个标签，就是我们原厂正版的熏风 K 歌棒哦。而且也是原厂正版的才有做到全台2年保固，让你不会成为电器孤儿哦。所以我以后只要看到这个雷射防伪标签就是正版的咯。是的，所以大家呢在购买之后记得确认包装上面是不是有这个雷射防伪标签，才不会让你成为下一位受害者哦。